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身上的一个反差感。凭什么？他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一些不是很好的影响，但是他，愿意去对抗他，愿意去自我治愈，他依然拥有爱的能力，这个是我被他所吸引的一点。好羡慕你啊！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权衡利弊，你不同，你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能力。这是多难得的天赋。松松，你爱我哥吗？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，但是我在努力学习。